个新加坡的这个邮轮中心，新加坡邮轮中心这乘了一艘邮轮，这是什么号呀？远处看过去就是老的新加坡港，然后这边是这个所谓的港湾中心呢 ，Harbourfront Center， 大概是这样的。圣淘沙的缆车，所以圣淘沙缆车，这是 Harbourfront 这一站，那边是花百山的一站，远远看过去，然后那边就是圣淘沙岛了。Keppel Bay Tower， 这个吉宝湾，吉宝湾，所以这是直落布兰雅路，所谓的 Hello Blanga Road， 然后呢，这边 Hello Blanga Road 和这个 Harbourfront Avenue。这边有一个新的小区叫做 The Reef at King's Dock， 所以呢这个今年的上半年就会就好了，可以这个有三，还有这个三个卧室的单位还没有卖完。 The Reef at King's Dock， Reef 是什么？ Reef 是礁啊，这个国王港湾的礁石嘛，就是 Maple Tree 和 Keppel 这两个公司联合开发的。因为这块地应该属于Keppel 的啊，吉宝的啊，这个小高层啊，还有三个卧室都没卖。这里多少钱一平方啊？一尺的话得两三千吧，一平方两三万吧，大概应该10万人民币。10万人民币一平的话，100平是多少？1000万，应该200-300万了。这个小户型不是很大的话，大概应该是这个，大概应该是这个意思。因为它紧靠着这边是，Marina and Keppel Bay， 就是吉宝湾的，Marina 啊，大概这么翻译应该不是很过分吧，对吧？这么翻译应该不是很过分，所以呢。这个叫什么来着？是 Reef and King's Dock。另外这边这个小区是叫做 Marina and Keppel Bay， 所以这边这个小区叫做 Marina and Keppel Bay。所以这个小区是新建的，这个还有三个卧室的单位没有卖完的。那边那个早就卖光光了，早就已经很多年前就入住完了。然后地到对面去就是圣淘沙的了。这个啊，所以它这边是 Reef and Keppel Bay， Reef and Keppel Bay 啊，所以说这个里边的这些单位都很好。为什么？因为那边就是本岛和圣淘沙之间的那小海湾啊，所以它叫这个叫做 Keppel Bay， 对吧？ The Reef and King's Dock 还是 The Reef and Keppel King 啊，就是 King 嘛，好吧啊。
英文不太好。